画嘅住呢度啦，咁佢就话有个 circle 啦，PQ 咧就延伸咗出去，去到 R6，RS 咧就系一条 tangent 嚟嘅，I 系 incenter of triangle，RQS，QRS，咁 IRQ 系十二度，IRQ 系十二度，哦呢边十二，呢边都十二啦，incenter 啊嘛，PSQ 系70度，咁然后揾个直角，呢只角叫 X。呢只角都系 x，angle in opposite tangent。咁啊，咦，三角形，consider 三角形，PSR。咁我哋已经可以揾齐晒啲角啦，知道晒所有角啦。咁啊，x 啦，70度加 x 啦，加12乘2啦，就会系180度。所以咧，两个 x 咧就系86度，x 咧就系43度啦。咁所以咧，答案就系 C 啦。